哇，我们的热爱贩卖机男子第三集要开张啦！我们这一次要介绍的就是冰棒，然后这一间呢叫做，我记得是叫做汇聚，然后我们就请热爱贩卖机的男子来帮我们来选冰棒喽。也看一下这边哈，来，他是这样子选，要打这边，然后他这边可以选择那个各式各样的冰棒这样子，然后看看。所以你要什么？我今天要选这个摸摸渣渣，对，出运的摸摸渣渣。对，然后呢，我现在因为我现在可以用那电，可以用那个信用卡，所以他选信用卡支付，对，确认支付，确认支付。哦，你要放在那边，好，是不是？那你再重来一遍，好好好好。出运的摸摸渣渣，你可能就要放着，然后确认支付。货到零零八五秒钟。说这个会，这一幕会生气，请等待一幕生气再取货。哇，它就是这样子 ，OK， 棒棒哦，很好，拿到了，这是出运的么么哒哒，好，可以，好，好，请问一下你要选什么呢？我就是。他失忆了，不好意思。大概有四五款都很想要吃的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每天都来，每一个吃饱饭完就来那边吃一只。好像不错，那我先点。我真的不知道先选哪一个像这个泰奶，蓝象亭的泰奶，蓝象亭的泰奶。然后这个不要对我尖叫，提拉米苏奶茶我也想吃。雪糕他也想吃，他什么都想吃，他是冰棒控。冰棒控，请选快一点。好，所以他选择蓝象亭泰奶珍珠雪糕。那你要用什么支付呢？悠悠卡。悠悠卡，好。那你不是你悠悠卡贴着？嗯。有了，002出货中。那晚上再来吃一次。长这样。好的，所以这个就是蓝象亭的泰奶珍珠雪糕，出运的雪糕，还有这个摸摸渣渣，这是哪一间的？出运的摸摸渣渣。OK。乱七八糟。乱七八糟。基隆起家的。基隆起家的饮料店，了解。好的，我们热爱贩卖机的男子准备吃第二支了，请问你要吃什么呢？我要吃。玩做的菊花珍珠雪糕，菊花珍珠雪糕，好，点下去，好，一样用信用卡，用信用卡支付，然后放在那边，然后按确认支付。047出货中，请稍后。他这台很像变形金刚，然后他就是会，就是突然自己芝麻开门，还是要对，你要不要对他喊着芝麻开门？芝麻开门，我要买菊花雪糕，菊花开门，菊花开门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黄标了啦！哦，天哪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糟哦！不要再黄标了，我们店不能黄标。出货失败，出货失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